解散当权会召开。 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。悠悠如雪山，从文和悠悠到沙场。 微风中轻松，是那清清桂花香。遥遥怀里想，如茫然飘往他乡。万年如诗的野记，荡过匆匆岁月长。